多这样，然后他是开价说一个月10000，他后面付了第一个月薪水给他之后，他说要20000，然后我说可是当初不是已经有跟你们说就是3个10000，然后他又说他付24小时。一开始前几天都好好的，啊，后面我跟他讲，就是我下班，我们要视讯看小孩，他就说，小孩子睡了，啊，不然就是他们在，就是不给我们看小孩。到后面我说我们要看小孩，我说爸爸坚持要看。他视讯之后，我就看到我儿子这大儿子的眼睛就是肿起来，他跟我讲说那是被蚊子叮的。我说那你们有带他去看医生吗？他说没有，我们等一下会带他去看医生。啊，就是只要他有时候我们晚上下班才7点多，我们说要看小孩，他就说小孩子睡了，就是避开让我们看。然后就是过几天之后没给我们视讯，可是我说那你拍照给我们看小孩。他拍的时候就是有几张就是脚有淤青还是什么，我问他，他说都是小朋友玩啊什么。看这个弟弟他带个几天，然后回来带个几天回来，然后后面觉得他过得不错，我就给他24小时播。对，带了多久？他6月带到我带回快一个月吧。费用？我费用吗？费用就是前面就是4000多5000多，后面到后面就是汇3万给他，最后一次就是3万。24小时给3万。对，然后前面就是。前面就是他带回来，然后我就给他费用这样。对，总共给他多少钱？我要看记录，大概有55000那边。55000。对。那看到小朋友给他花那么多钱去让他照顾小孩，小朋友就全身上你会觉得很伤心。很伤心吗？会怎么样？就很伤心。对。那我想请教，这个孩子带回来之后，行为出现是怎样不一样的状态？变得很难入睡，然后半夜还会做噩梦，会起来哭。然后就像他现在这样，就是不受控制，就他去一个地方会有恐惧，然后会一直引人注意这样，就是会有破洞感。对对对，你不是说还不喜欢洗澡，不敢洗澡？哦，对，他就是他现在洗澡一定要洗冰水，温水也不行，不然就是一直尖叫一直哭。啊，他可能说，今天有洗澡，他明天就不洗了，他会怕。对，你有在代替他看医生吗？有。看什么科？我是带他去看伤口。因为他现在去医院会恐惧，所以我想说等他好一点，要带他去身心科。身心科是后面我跟他讲的。对。那现在先去哪一科？他现在是